但是山寨版的犀利哥马上被另一位广州本土的选手琵琶哥抢去了风头。这位先生一出场，就以一曲琵琶弹唱雷倒了现场所有的人。其实有点怪呀，蟑螂爬上了窗台。蟑螂爬上窗台，第一句是气息有点怪。好，月亮呜呜哀哉哀，长乌鸦死了一个礼拜。这位同学，林晨斌之后定调以后，评委们马上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这首史无前例的歌现在不好好听，只怕以后再也没有机会了。好吧，太有意思了。副歌好吧，好，副歌来。假装你不在，假装我没来，假装的有点变态。哇，完了吗？结束了。这歌叫什么？歌叫什么？月亮上的乌鸦。请问这首歌想表达什么？就是蟑螂死在窗台上，然后乌鸦死了一个礼拜。要写的是说，跟这个人在我身边，但是他的心不在我身边。然后那些附近房子里面的东西，他都没有在意，像。